没钱，你说你这人，俺看一眼能咋的啊？真没钱，大妹子。大哥，俺干这行也不容易。那你说俺刚才唱咋样？唱中。那你给40啊，40。真没钱，大妹子。回家啊？你家来人了，婆婆叫你回去呢。那这样，那饭俺也不吃了，你给俺加10块，中不？中。 太抠了，那这么定了啊！虽说啊，人家不是咱庄户人，可是人家在矿上工作赚的多呀。你没听说吗？现在有钱的都是开矿的。太婶子，就这个人，是不是太老了点儿？嗨，不老不老，就是在矿上干活闲的呗。你老婆跑了，留下个闺女，可人家就提了一条啊：归乡不能带孩子。 他能出多少？说好的3万，能再加点不？桂香啊，这可咋好随便加呀？嗨，弄个孩子的病治了啊就行了，别太贪了。我这是贪吗？我要钱干啥呀？娘，我要尿尿。我说句实话，孩子的病啊可耽误不起。 你说桂香有难处，我也知道。为这事儿，我这腿都跑断了。那要是你说再不行，那我可没辙。大婶子，麻烦你再跟那边说道说道，再能加点吧。他呀，就是太喜欢钱了。要不是他逼着咱儿子搞运输，咱儿何止于出事儿啊？哎，别胡说八道。咱们要是有本事啊，桂香能走这一步去啊？ 你咋说也是新婚嘛，想让我喝的不踏实啊！哎，老马，今天我不该说的。你这是先上车后买票吗？哎呀，毕警官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人家来时候不就带个行李来了吗？你说不办这事咋整啊？哎呀，明天回头，我不就给他去办个手续，照相打个证吧。我发。哎，臭儿，来来来，快进来来，来看你亲妈，多漂亮，叫妈。 你这孩子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你就这孩子，我听说他爸老妈给折腾坏了。你这是想咋的？你这是？那客人请了，你也收了，你不让我进被窝，你想咋的？你请客，你收礼，该有啥关系？那咋的？反悔了？你说好的钱还没给呢。这不是晚了吗？那明天一准给不行吗？那就明天再说。那还由得你了。 干啥呢？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没啥，明天还上学呢。你该睡觉去。我告诉你，咱明天再说。我这都不睡觉。
你看这账号，对吧？ 说好了3万吗？这咋才1万呢？哎呀，妹子，你也别介意，咱先汇这些，等2个月之后啊，就那剩下的都给你汇过去。哎，这干啥呀？不买票能让你上车不？俺就知道你是个啥人，多亏昨天没让你得逞。你说啥话呢？那我成啥人了？大哥。 咱俩也没到谁也离不开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呢，把路费给俺，俺这就回去。就当咱俩谁也不认识谁。你开玩笑呢吗？这客也请了，礼也收了，那老婆再跑了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？那你把钱给了呀？啥事都你说了算呀。现在骗回来那么多，拿了钱跑了咋整？俺们矿上那些哥们上当的多了。你这话啥意思？你把俺当啥了？ 你怕俺骗你，还怕你骗俺呗？爸，咱这钱为啥给他？他都说他要走了，让他走好了。你啥关系？你瞎聊了个啥你？ 你说说，你这就整的什么事儿啊？那我咋办？3万块钱也不是个小数字啊。人呢？在家收拾东西，要走。要整啥事儿？那又不是你的。 你又不是新娘子，我还留给我妈穿呢。行，留给你结婚时候穿呗。桂香，玩呢？桂香，冰在哪来了？ 这人也来了，客也请了。桂兴啊，说句良心话，你要是真走了，这老满的脸往哪搁呀？老满就是千错万错。说句良心话，你不是答应过来了吗？没人架着你来吧？老满也跟我说了，你要不是为家庭困难，你也不会嫁过来的。就是真的为了钱，也不能说走就走啊。 我就是担心，那矿上好几个兄弟去了，媳妇没两天拿钱就跑了。你去找吧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弄不好还得挨顿揍回来。你说他这一张嘴，就是3万，我哪敢呢？那骗子稀罕你那俩钱啊！俺要不是没辙了，能跟了你。你这话就没有意思了，我不是不给吗？等打了针我再给你不行吗？ 那你打了针不给呢？俺找谁去？俺还能走吗？这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林妹，你相信我不？信不信你能咋的？好，相信我就行。
我说个辙，如果觉得行呢，你们俩就俩好；要觉得不行，我还翻了算了，赶紧。你说，你说，我认识老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他啥样我知道，你们要是把证打了，老满肯定会给钱。你凭啥做保啊？俺凭啥信你？弟妹，这就不好办了。我在这儿干了30多年警察了。桂香，你叫谁桂香呢？ 咱俩没那么熟啊！哎，对，行，我觉得你是个过日子人，我看着就中。那你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吗？那我能不管吗？你说的真好听。那个大老爷们儿，那还糊弄女人玩啊？那明天我调个班，那晌午回来，那我就给你打证汇钱。你真能给担保啊？能。 写个字据。好。好。川儿，那今天作业咋这么多呀？你去问老师呗。那你们学校？ 这不说减负呢吗？咋还布置这么多作业啊？今天老师布置了一项作文，啥作文啊？我的妈妈，可怜我妈长啥样我都不知道。你给我说说呗。那你妈在那儿呢，你去问她吧。她？我说的是我妈，又没说她。你这还咋说话呢？从今天起，她就是你妈，别没事找事。本来就不是，她是后妈，后妈没好人。你有完没完了？ 你要不知道咋写，你就别写。又不是我要问的，是老师让写的。孩子都问了，给说出来。说出来。我跟我爸说我妈的事儿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川儿，你这咋说话呢？再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就是想知道我妈妈为啥别的孩子有妈，我没有。我就要我妈，我就要。我也没让你去找她，让她走，我就要我妈。好，你要你要，你爱要是给我找谁要找谁要去。 快点，快点，快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哎，出事了！谁给你快去看看？我看看我出事了。老妈，哎呀，这个，醒了吧？老婆妈，走好。你放心，超，我们一定按你的意思安排好。
我这次来是说，换了个领导委托了，有一些老满的后事，得商量商量。咱俩刚认识，你干啥商量啥呀？皇上对这次的事故很重视，尤其是对家属的补偿问题，也是下了狠心的。初步决定，发放遇难者的抚恤金30万，加上老满这几年的积蓄，有个6万多块钱，一共是36万。妈呀，这么多钱呢！老满人讲究啊，临走还惦记着答应给你的3万块钱呢。那钱要给俺？是啊。按理说呢，你们没有打证，不受法律保护，你没有继承权。他是怕臭，将来没人管。他想让你帮着把臭送到他亲妈那儿去。俺咋要那钱呢？啊！俺刘桂香一辈子没欠过人情啊。 警官，你说老满人都没了，俺咋还呢你？我对不住他呀。这是2000块钱，你要是答应找出他妈去，你就拿着，做臭你俩的路费和饭钱。 妈，哎呀，你咋才来呢？你太慢了，那电话费老贵了。小飞咋样？老满死了，给，说让俺把那孩子送到他亲妈那就给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俺知道。行了行了，这电话费可贵了呢，不跟你说了啊，嗯。 那我先挂了啊！老板，哎，你这计价器准不准呢？咋的了？这嗖嗖的跳的，太快了。这再快也没老满死的快。哎呀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。这老满兄弟找了个媳妇儿，把命丢了。 拿命换来的钱呢，又被人家给惦记上了。这么能懂人世间的感情啊！我爹当年就是如此，所以被妖所害，杀了无关。反正我爹……哎呀，春儿回来了，那锅里有小米粥。 咱俩不是要去找你妈的吗？烧点咸菜，都带上啊！没工夫炒菜呀，我给你留老贵了，不好吃。这家伙老香了。
的吗，大哥？不是，是你家孩子吗？来，拿好票，上旁边站一下，等一会儿啊，来，在这等一会儿吧，自己太小，不能让你上路啊。这多危险的事儿啊！这要不是检票员负责任，这货儿你很可能被人贩子拐了卖了。我自己也可以找我妈，为啥让他带？他不就想拿我爸的钱吗？错，那是你爸答应你妈的。他不是我妈。对，不是，是答应你刘阿姨的。我爸的钱凭啥给他？你们不许动我爸的钱。好，超，你要不去找你妈的话，那也行。那以后你就得跟你刘阿姨过了。你咋看，超？就得买票，从来都没买过票。要么你就抱着他，一会儿后面有上车的怎么办？抱着就抱着，来，冲起来，来，我抱你，快点，停停停，停！孩子愿意靠窗坐，要不便宜点行不行？不行。去回头是在这家买票不？哎呀，今天的没有了，一天就两个班次，你要早早来，半个小时就赶上了。哎，这咋整？你有没有路过的呢？我说就是路过的，到回屯没有直达车。是啊。啊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俺问个事儿，就问一句话。同志，有没有去回头的车了？没有了啊！那你给想想办法呗，俺带孩子今天必须赶到那个，俺想想办法。没有，但是往那儿去确实没有车了啊！不可能因为你给你单独开一班啊！那俺问一问呗，有你给加一班哈。哎，有没有去回头的？有没有拼个车呗？啊，人家说有就给咱加一班，有没有啊？你别总在瞎说，我什么时候说都给你加一班，别胡咧咧，赶紧靠边，别从那堵着，来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大姐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啥呀？我这是惠州三十家的最后一班了，真的。真假的？走不走啊？啊，这都几点了，快点啊！走了，不走太黑了。
停回头的，回头三个家子，回头回头。放心，一准来得及，还没坐满呢，你咋走啊？哎呀，你看看这还没满呢，你要往哪儿坐呀？这太磨叽了。好像不容易，多拉几人，多赚几人。那你马上，你这人你倒早说呀！俺还有事呢，那耽误了你给赔呀？说啥呢，大姐？你这白坐半天了，我还没多收你钱呢。俺没买票啊，你咋那么歪呢？这都几点了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退票了。退票？就浏览街景了，我没多收你旅游费呢。哎，你们听的，你怎么那么歪呢？那我不坐了，不是，退票，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，大卫，太讲理了，太歪了，简直。走啥玩意儿？这是，这多少时间了都？想啥呢？啊？高兴了吧？今儿晚上就能见到你娘了。俺这个任务呢，也算是完成了。那死鬼老爹安心了。哎呀妈呀，给！你才死鬼呢！老跟俺过不去，从今往后咱俩见不着面了，你说好聚好散呗，是不是？来，给你卷个大的啊！切，待对了吧？老乡了，来。哦，这是。嗯，那。来，睡觉醒醒！来，抓稳了，大车下公路了。来，睡觉醒醒了。咋的了呀？这是。前面修路。前天好好的，今天修路了呢。对，前面修路了呢，耽误耽误事。村里急走路，啊，每辆车在这路过都得交500元过路费。那你赶紧交啊！你交完咱好走。是啊。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这哪知道他这要钱呢？再说了，我才收你们几个钱啊！这交500块钱话，我不得赔死啊！那咱回大路走呗，还好走。就是。大路开到这20公里，再返回去20公里，这都是人家路。人说了，不交钱不让走。
咱们这正好25站，一人20块钱得了。这不讹人吗？哪这么要钱呢？是啊，是啊。不给，不给，不给都别想走，耽误事别怪我。他们要的是路费，俺们都买票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跟咱们有啥关系啊？不为了送你吗？我走这儿。俺们不坐了不行吗？下车退钱啊！不坐了。下车可以，退钱想都甭想。拿钱了才能走，不拿钱是不能走。给钱的给多少钱呢？咱你可得有钱。咋的了都？真要给他钱呢？都没看出来呀？啊？他们这是合伙讹人呢，不给又能咋的？啊？大姐也没多少，咱给了得了，给了就能走了。是，都不容易。哎呦，给了吧，没多少。给了吧，给了吧，没早点回家嘛。对呀。咱也想早点回家。你们这帮人呢？行，我不管了啊。走，冲，赶紧的，快点！我不给，我要下车。你起来，起来，干啥呀？冲，起来，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起来，不起来我报警了。咋的？你想扣人呢？来，冲，下车。快点，走。起开，让开点，让开，让开！就不给你们钱。走，冲！不坐了还不行吗？走，走，走。钱不能给，给了咱那能量就没了，知道不？看你是舍不得那些钱吧。你就觉得俺那么贪钱呢？啊？俺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人，知道不？我累了，真累了。听话，来，没多远了，快点，坚持住，快点。大姐，搭车吗？来，大姐，你擦擦手，都是土。挺香的。姑娘，对不住了啊，把你车整埋汰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您这大晚上带个孩子，多危险呀！还有急事儿，没坐上车不是？
明天一早啊就能到回屯了。哎，你这要去哪呀？我呀，要去西藏。哎呀，那老远了，你一个人不害怕呀？怕什么呀？这都和谐社会了，没事儿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得小心点儿，特别下村子的路，危险，真的。哎，你去西藏干啥呀？我去西藏看我弟弟，他在西藏当汽车兵呢，我每年都去的。你都这么有钱了，你还让孩子当兵，遭那罪呢？来，先垫一口。哎呀，俺这陪你唠嗑呢，咋睡着了呢？嗨，没事。你这车太舒服了，跟坐轿似的。哎呀，这家甜不滋儿的，是挺好喝哈。大姐，您没喝过吗？喝过。俺怀儿子那会儿啊，孩子他爸给俺买过。没出息，这一口气喝了大半瓶，咕咚咕咚的。那嗝儿打的，半天都没合上嘴。您瞧您啊，这一龙一凤的，多幸福。这不是俺闺女，俺儿子要是这样就好了。您儿子怎么了？得病了，小儿麻痹，从小就站不起来。他爹也是，为了给孩子筹钱治病吧，那车翻沟里了。还是有钱好啊，有钱啥事儿也不愁了。大姐啊，您别老叹气，人家说呀，这叹气多了就晦气了，凡事咱都得往好了想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不叹了不叹了。自己做的，老好吃了。我大嫂就爱吃这个，是吧？谢谢啊，大姐。不谢。拜拜，小妹妹。你开心点啊，一会儿就见到你妈妈了，快点。等我走了，大姐啊。好嘞，你慢点开啊。慢点开。走啊，一会儿能见你妈了。咋的了？害怕见你妈呀？啊，这孩子，快走吧，快点，来。大爷，哎，大爷，俺问你一下，你们村有叫李秀秀的吗？李秀秀啊？啊啊啊！有有。他家三年前就没人了。啊，秀嫁出去以后，父母也是跟着没了。那有啥亲戚没有？哎，这个没听说过。他也是不是本村老户？八几年他们从内蒙迁过来的吧？啊，这就是他家的。这庄院子已经荒废了，村里人什么时候种上庄稼了？婚没回来，但是听说在县上打工呢。他在县上干啥？哎呀，听村上二蛋说过一回，好像是整美容美发的。谁是二蛋呢？大兄弟，哎，你啥时候见过李秀秀啊？哎呀，这有几年了。那时候吧，就开小货车，走在那儿路过，这几年不开了。没见过。
吗？是事儿啊，这咋变这样了呢？哎，大兄弟，你可别糊弄我！你跟大兄，我糊弄你干啥呀？妈呀，这咋整？你说，这上哪儿找去啊？你妈也不是啥老实人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一天到晚瞎折腾什么呀你？你才不是老实人呢！他要是老实，他能不要你？我妈没有不要我，你不想找他，我自己去找去。反正也到这儿了，钱也没钱拿。撤！哎呀，我找。我非找着他不可，你等会儿，成。哎，大姐，这我白送你们了。哎，大兄弟，俺给你打听个人呗。这家金贵的，那都说不上了。切，以前不也是个农民吗？啥可牛的？大爷子，啊，大姐，你这是找人呢？哎呀，可不咋的，我就说我这一路上啊，也问不着一个人。哎，姐，我先打听个人呗。你说，你看这孩子他妈哈，就早些年在这嘎达打工，完了这不前两天孩他爸没了吗？他说他妈以前在这嘎开了一个啥美发按摩店，这让我找，这现在都盖高楼了，我上哪儿找去？都快急死了。不能是咱们那儿开发廊，涛子家吧？不能是，没听说涛子家有孩子呢。哎，那个妹子叫啥来着？是姓李不？没错没错，她叫李什么？李秀秀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儿。真的呀，李秀秀，哎呀，那要是的话，那你妈不就找着了吗？哎呀，姐呀，你那啥，麻烦你一下，你带俺去找找呗。咱俩还有事儿呢。哎呀，大姐，我都，你说我都真的没辙了，都累一天了，你说这人都找着了，你就帮这忙呗，行不行？我知道给你添麻烦了，行不行？帮这忙。不能让你掏钱呢，不用，给，拿我的，咱往哪走啊？妹子，老妹子，往这边走。啊，走，行，哎，姐，我来，谢谢啊，哎，等会儿钱呢哈？啊，这钱呢？我来。啊，好。我看你妈这过得也不咋地，这嘎达太埋汰了，这俺农村。大妹子啊，这是我家。啊。一会儿你跟孩子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跟你嫂子出去给你打扮打扮，万一不是，省得给人家添麻烦嘛。上你家霍霍多不好啊！找孩子娘再说吧，不差这么一会儿，也不知道孩子娘跟人说没说这档子事儿，冒冒失失的就去了，那不给人添麻烦吗？一会儿问清楚，我就把人给你带过来。哎，妹子，进屋，咱上屋里休息，进屋来。啊，妹子啊，暖瓶里有热水的哈，渴了自己倒上喝，不要见外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他们真的认识我妈。人家那么热情，就算不认识，找错了咱也得谢人家呀，是不是？人呢？都走屋里了。没人看见你，没人看见。没，我们打车都要了半天了，你放心，两个都傻乎乎的。你说这俩人不老实怎么整？没事，我带着钥匙。好，咱走。我饿了。啊？饿了吃呗，我弄卷饼。我不想吃这个。这孩子，我看昨天晚上那火腿肠面包把你嘴给吃叼了吧？拿水腾一腾，腾软和了，可好吃了啊！也没水啊，喝啥呀？
你等会儿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不没事了，哭了啊！行了，姐，这是咋的了？孩子在门口就站半天了。你站半天，你咋不让进去呢？你咋那么不知道可怜孩子？这，我……行了，不哭了。哎。俺就知道他妈呀，以前是在这嘎达开那美发厅的，其他的啥都不知道了。我估计这孩子就是看见你们那招牌，才不肯走的。那片地方早就拆了，去年开始建的新区，估计老住户也都搬走了。实在不行，俺们就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要找我妈。要回你回去。你爸给俺的任务，俺也尽力了。那真找不着，你说咋办？大姐，他妈真的是干美发的吗？是啊，他们村的那个说是在东门那嘎开美发厅的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干这行的，背不住都能认识吧？开美发厅的也不一定都是干理发的呀。那还能干啥呀？笑啥呀？大姐，嗯，要不这样，明天呀，我带你俩去社区问问。我估计他妈是租房开的店，你能找到？不好说，不过咱如果去街道委员会查一查的话，外地人租房肯定会有登记。来，找到李秀秀了，她现在在哪儿呢？她和她丈夫前两年在我们食品厂租了两个门脸，后来她丈夫吸毒被抓，她就退房离开了。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这个真查不到。是。
人，你是乱跑啥呀？同志，那还有别的方法能找到李秀秀吗？他是吸毒人员，我想当地派出所应该能查到，我给你联系一下吧。那太感谢你了。不客气。你们就先回去吧，等那边反馈信息过来呢，我马上就通知你们，好吧？好，这回太麻烦你了。没事，不用客气。有啥困难再找我们。那个其他通告下去也得等个两三天的，你们耐心等一下。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再见。谢谢啊，再见。好好的日子不过，瞎折腾啥呀？孩子又没病，好，还找个吸毒的，精神空虚呗。现在的人呐，都没有信仰，除了挣钱，别的啥都不顾，最后钱挣着了，心却空了，吸着吸着就把自己给撂进去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女人要趟这事儿啊，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她不会也吸上了吧？不能吧？啊。对，不能不能，那李秀秀没那么傻。对对对，要不你等消息这几天，到我店里去，我给店员租了几个房子，然后几十几了点，但也住得下。你不用了，这都够麻烦你的了。那啥，毕警官给俺们路费了，俺们找个地儿住就行。那也行，马上店里都是年轻人，怕闹影响你们休息。嗯，前面有个快捷酒店，要不你们去问问。啥是快捷呀？大姐，决定了吗？啊，要俺就一张床呢。那我们有大床房。不是，你看啊，他睡床就行，俺好好办。嗯，大姐，我们这都是按房间算钱，不单卖。大妹子，你给想想办法呗，行不行？想想办法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行吧，走吧。抢劫吗？笑说把钱给抢了。除了钱，你还知道啥呀？你懂啥？那钱不就一分分省的呀？那么点儿小地儿，那么老贵。走，带你找个宽敞的。农村来的吧？嗯。住我们最合适了，一个人一宿才八块钱，开水凉水都免费。这个取费一天一算，不能拖欠呢。行行行，你住单间还是住大房啊？住大房吧，睡个觉的事儿。大房人杂点，注意看好自己的东西。贵重物品呢，到前台寄存。那就这儿到了。哎，好嘞。哎。哎，大妹子，快来来来来，这有个空位，来。大妹子，你看你带个孩子哪能住门口着呢？那风大。哎呀，大妹子，孩子身体弱，你说这晚上风大，把孩子真感冒了咋整啊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姐，来这嘎达打工的。哎，这岁数打啥工啊？我是来接人儿。这是你闺女，长得多水灵啊，真招人稀。姐啊，嗯。这附近有没有公共电话亭啊？哎呦，这个我可不知道。对了，你到外边去问问老板，啊。哎，来，孩子上炕。哎。没事，我帮你看着，去吧。行，别乱跑。谢谢啊。嗯，别客气，没事。孩子。几岁了？别提了，还没找着呢。谁知道跑哪儿去了呀？现在警察都跟着找呢。小伟咋样了？行了行了，俺知道了，俺抓紧啊，先撂了呗。警官呢？哎，俺刘桂仙儿，刘桂仙儿，老满家的，啊，那啥，你先把钱给俺呗。不是，俺没说不找啊，找啊，这不家里有事儿呢吗？
你没孩子啊？你咋那么没同情心呢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先挂了呗。大姐，咋的？电话费。给。差一毛。就知道钱，你差一毛能死啊？哎，我说大妹子，干啥呀？方便的话，把今天许费给结了呗。刚住下，屁股还没热乎呢，就交收。你也别生气，这地方啥人都有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给你。拿好啊。没看见。姐啊，哎，你看见一个小姑娘没？啊，这么高，那么高。啊，刚才好像是看见一个女的带着个小女孩出去了，往哪去了？往那边去了，知不知道是不是你家孩子？谢谢啊，大爷，你看不看俺家孩子出去？看不看见？看见跟一个妇女出去了呀。那你咋没拦着点的？他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拦他干什么呀？你咋能这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呢？你说我怎么说话？孩子在你院里，你不看着点啊？那人贩子咋整啊？他关系与我啥关系呢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伙的？是不是跟那人贩子一伙的？我说大妹，你可不能给我，可不能这么说话呀！你连我孩子没了，我就跟你死了，听不听见？你看你那孩子不回来了吗？那不是吗？大妹子，咋的了这是？干啥去了？干啥去了？去，缺心眼是不是？谁都跟着走啊？啊！你急死我是不是？急死我呀你！啊，大妹子。大妹子，大妹子，你看干啥？我就是稀罕这孩子，大热天我就带他出去买两根雪糕吃。你看 你这么快就回来，你是干啥呢？你稀罕？你干啥呢？你家孩子？啊？你咋这么说话呀？我就这么说，孩子打你。走。你快点找我们，你有没有吗？哎呀妈呀！你说亲生的呀？说到这个孩子，那孩子买雪糕干啥呢？不让买了，这孩子有点着急，那这孩子也不应该那样，太过分了。咋的了？想你爸了？哎呀，还想问问他呀。给俺这么个差事，你说？我又没让你找我妈，还不是你自己为了那些钱。你知道俺为啥稀罕钱吗？俺有个儿子，打生下来那天起就没站起来过。要钱是为了给他治病。等过两天警察找着你妈，就把你送过去。别怨恨俺，啊，就是怕你出点啥事儿，没法跟你爸交代。姐啊，今天俺急疯了。
你别生俺气啊！哎，大妹子说哪儿去了？那都不叫事儿，谁也没有着急上火的事儿啊。嗯，我是真心爱这个孩子。大妹子，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小孩子说话你也能往心里去呀、啊？没事。姐，你说那有钱的人，他为啥把那钱不当钱往死里糟啊？咱们吧，为了给孩子看个病，把自个儿都给卖了。哪是卖了呀？就是卖。俺开的价，老板付的钱，钱没拿着，人没了。说来说去，俺没本事，只能让儿子趴着走。大妹子，孩子得的是啥病啊？能治吗？小儿麻痹。他爹呀，为了给孩子筹钱，给别人跑运输，太困了，那车翻沟里了。就这些年啊，俺一个老娘们，我跟你说，啥都干的，为啥呀？早点把孩子那病治好了，能不能好？没想过。这当娘的不能眼看着孩子站不起来吧？大妹子，嗯，咱不说这些糟心的事儿，只要咱心里有奔头，活着就好。明天俺就要走了。嗯，大妹子，咱姐俩也是个缘分。来，再陪大姐喝一杯。你等等，你这不要接人吗？你咋就走了呢？你接谁呀？接俺儿子，接他回家。儿子呢？咋没见着人呢？没了，啥？没了，放暑假，俺儿子回来看，大巴车翻了，公安局通知俺来领人。想不到咱们这一面之缘，萍水相逢，你就帮了大姐这么大个忙，你说，大姐真不知道该说啥好。哎呀，姐，俺也是当妈的，俺知道那没了儿子啥心情。大妹子，嗯，你这么一唱啊，俺儿子在九泉之下，也就明白他妈这颗苦心了。大妹子，啊，这是大姐的一份心意，你带着，路上用啊。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俺不能要，你回去吧。啊，大妹子，你看你，大妹子，你
你知道咱家在哪儿住了？你再来可到家里坐呀！啊，回去吧。你为啥不要那钱呢？啥钱都要啊？那跟俺要的呀，俺一分不少拿；不给俺要的，给多少咱俺都不要。吹牛？那吹啥牛啊？反正吹牛也没办法。姐，这是李秀秀的联系方式和电话号码。派出所已经打过电话了。他说啥了？派出所啥也没说。啊？是这人吗？不会搞错了吧？不会，身份信息都对。不会呀，按理说不应该啥也不说呀。姐，犹豫啥呢？那要是俺儿子回来了，俺得高兴死了，不能啥也不说呀。收拾利利整整的，干干净净的，让你妈看着也高兴。臭，你咋不说话了呢？啊，你这天天喊着要见妈，哎呀，你咋的了？还害羞了呀？咋了这是？哭啥呀？啊？哎，看，你这孩子，你这不要去见妈了？你哭啥？啊？你说我妈还能要我不？你这说的啥话呀？那自个儿的闺女能不要啊？啊！哥哥哥从来都不见我呀。忙呗。再说那么远的道咋看呢？臭儿，放心吧啊。当妈的没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，听没听见？若你没不想，你也不想你孩子吧？想，做梦都想。这不是回不去呢吗？师傅，师傅，咋的了？你这车是去兴城不？嗯呐，干啥呀？你顺便烧个酒吧。烧个酒给多少钱呀？你大兄弟，啥钱不钱的？有钱俺就买长途汽车票了。给你买盒烟。琢磨，都是路上走的人，行个方便吧，师傅。是呗。路上别有啥事儿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谁告诉你那是我媳妇儿的？啊，不是啊，那对象不是。哎呀，这那姑娘咋哭那么可怜呢？你说，你要是再说话，就下去。大姐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真的。大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混账的？
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混账，我王八蛋，我不是男人，我啥也不是。哎呀，大兄弟，你这干啥呢？哎，别，那你开车呢，别那么激动，那停车行不行？注意安全，那靠边靠边，停车行不行？咋的了这是？你快停！你累呀这是？大兄弟啊，你要不嫌弃，你跟你捣鼓行不行？大姐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跑车四年了，三年前我认识的他，他对我特好，每一次过去我找他，他都特热情的伺候我。给我洗衣裳、做饭、倒水，啥都给我干，那多好啊！你可我娶不了他吗？那为啥呀？他是干那个。哎呀，是这么个事儿啊。大姐呀，说实话，就是我跟他结了婚，我怕自己也忘不了这事儿。大姐，我这心里乱啊。大兄弟啊，姐多句嘴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行不行？姐，你说，姐是农村出来的，大道理不会讲。那戏里那吴三桂，人啥人物？啊？冲冠一怒为红颜。为红颜谁呀、啊？干啥的？你说，啊？红颜是谁呀、啊？干啥的？你别管干啥的。俺觉得那姑娘不错呀。兄弟啊，你说，在这世上，最疼你的除了你妈还能有谁？疼你疼的跟个宝似的，你别不知道珍惜，是不是？这女人找男人图啥呀？那老歌咋唱的？一张旧船票登上谁的船？那船上光有男人，那就是条船。女人上来了，那才叫家呢，对不对？大姐，我懂了，是我对不起他。要不是没办法了。谁能把自个儿给卖了？大姐，你没事，你哎呀，说说还把自己给说哭了，没事。你大哥以前呢，也是在道上跑的，可是不管跑多远，他都想回家，为啥呢？俺疼他，知道不？哪个在道上跑的人啊，都想有个家，是不是？大姐说的没错，那大姐，我现在咋办啊？啥咋办呢？要是俺呢，俺绝对不会对不起人家。你说你是个大男人，那男人心得宽，对不对？那心不宽，路就窄了。你说你这车还跑啥？你得赶紧回去跟人说清楚了，让人活着有个奔头，是不是？那呗。那这样，俺先送你们过去，之后俺就回去。哎呀，你送啥呀？刚才俺看你那姑娘老伤心了，你赶紧回去，要不然我怕她出事儿，听没听见？那啥呀？这道上就你一辆车呀，赶紧走吧。那行呗。我累了。这条路咋一辆车都没有呢？你说那阿姨是干啥的？你甭管她干啥的，反正都是命苦的人。这在外边闯荡，肯定吃老了苦了。你说我妈会受苦吗？不会，你妈没有你这小累赘，那比我强多了。你又说我妈。行，不说了啊。俺说俺自个儿呢，加把劲儿，我
估计前面肯定有商店吧，到时候你要啥给你买啥啊。这城里表面亮堂的，咋有这么个地儿呢？赶不上俺们农村，是不是？超，咋的了？高兴点儿啊！这不马上见你亲妈了吗？别跟瘪茄子似的啊！来，乐呵的。呀，就这嘎达，啊！哎呀，这要拆墙是咋的？干啥呢你们？俺是矿上来的，找李秀秀。你是刘桂香？啊。这是臭。我就是李秀秀。臭。亲妈，过去叫我，快叫我！咋的了？叫妈呀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么多年都没见着了，早就不认识了。行了，你们进来吧。你咋不叫呢？这不找一道了吗？找你亲妈，见着咋不叫呢？高兴点啊，赶紧进去叫妈。别忘了啊！别找我，别找我，别找。走啊，走啊，忙死了，走啊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！来吧，来，喝点儿。喝，喝，喝死你得了，个废物！啊，他是老头儿，那啥，你俩先坐呀，我给你俩做点饭。不用，俺把臭留下，你明天带他上个户口，咱俩的事儿就算了了。咋的？啥意思啊？啊？这民警没跟你说呀？说啥呀？就说臭他爹死了，臭见我，这不见着了吗？不是，老满走的时候留下话了，让俺把孩子给你带来，以后臭就跟你了。你看看我家都烂不成啥样了，还有两个业务，老满也是，那死就死吧，还给我添个麻烦。老满走的时候留钱了，留一大笔呢，俺觉那钱够你俩过的。留多少钱？小四十万。四十万？嗯。哎妈，四十万，这么能挣？四十万，那钱是用命换的，想着让臭以后过得好点儿。嗯，那啥，那行，那就让臭留下吧。嗯。臭啊。俺的任务完成了，回去跟老毕交个差，啊，俺先回去了。这是啥意思啊？
没事，孩子小，有点认生。好，啊，臭，那啥，姑娘，你听话啊，把那松开，跟刘阿姨走啊，听话，听话，臭啊，松手，松手啊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啊，听话。哎，臭，臭。多选的事儿啊，仗着人司机刹车及时，要不然给你闯个好歹的可咋整啊？臭呢？啊，臭咋样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不管咋说，你把孩子送到了，也算了了老满的一桩心事。这是老满答应给你的3万块钱，我帮你凑上了。老满遗产的继承权还是归臭所有。将来如何分配，还让臭说了算。那就好，臭安顿好了就好。嗯。你醒了，臭，你咋来了？你咋没上你妈那儿去呢？